啊，你跟妈妈学一学，老师啊。哎，我发现老师最近怎么上火呢，四哥？你最近怎么上火呢，四哥？啊，四哥，你最近咋整的？上火了呢？感谢敬客，谢谢敬客。啊，老师坐着好，感谢敬客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哎呀，小狗太多了，没办法啊，家里整不了。那是泪痕吗？四哥，这不是泪痕，兄弟们，四哥，那不是泪痕，不是泪痕，我看四哥，我四哥，四哥，坐好了，四哥，坐好了，四哥坐好了啊，四哥那不叫泪痕，感谢仙姐珠宝啊，谢谢仙姐珠宝。感谢仙姐珠宝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伙儿，给老四画个烟熏妆。你看啊，等会儿啊，老四，你给大家整个正儿八经的才艺行不行？老四，我想想啊，想想老四，你给大家整个正儿八经的才艺啊，老四啊。哎，我得把这帮大狗全给关起来，老四没有才艺不行。老四，你给大家来个，兄弟们，你们见过老四练坐立吗？啊？没见过吧？啊？老四应该教他练练坐立，四哥。四哥，你坐立能坐住吗？四哥。老四说我他妈坐都费劲，还坐立呢。真的，兄弟们，四哥坐都费劲，还坐立呢。老四不会坐立，老四不会。那是啊，这孩子这么笨呢？这孩子，感谢小白啊，谢谢小白，欢迎大家伙啊。好了，啊。四哥，你给他练个坐立，我行不行？四哥，这两天老是坐立呢。哎呀，我先把其他狗都给关起来啊！大家进来，来，过来，进去，大家进去。老四，你别动了，我他妈想训训你。你以后得是咱家的支柱啊，顶梁柱啊！大家进去。三。听话，听话。老四出来，四哥出来。四哥，哎呀，你别嘚瑟了啊！坐好了啊！我看我们家四哥的才艺，兄弟们啊！好，四哥怎么才能坐立呢？感谢淡淡的紫啊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兄弟姐妹们，地板太滑了，老师坐不住啊。等一下，三文你听话，你别捣乱行不行啊你啊，能不能不捣乱？三文进去来，进去，三文接棒来，三文进，石头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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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头，啊好。小明进去，这边小老四自己啊，让老四给大家展示才艺表演啊，老四，四哥，你坐好了啊，四哥，哎，对，四哥以后就这种坐姿啊，这种四哥坐立来，坐立来，坐立，
来，四哥，你坐立，一二三，坐立。怎么才能让他坐立呢，兄弟们啊？俺家老四真是应该好好学习了啊！四哥，坐立，四哥，坐立，坐立。我说坐立，我没让你坐大腿呀。老四啊，坐立不是坐大腿。四哥，坐立，坐立。你蹦一下子呗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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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砰 ，biu biu， 四哥你太掉价了，快起！不能起，我没让你不能起啊！老四，我没让你起来，你不能起来啊 ！No， 不能起，不许动，不许抬头啊！老四，不能，哎，他奶奶！赶紧训练他们吧，再不练都比不上小小迷糊啊！彪彪彪，老四彪，不能起，不能起，不许起 ，no， 不能起 ，no， 不许偷，不彪，不许动 ，no， 彪，不许起，不许起啊！哎，真棒！那吃不着呢，老四。啊，对老四温柔一点，行，兄弟们啊，老四 ，biu，biu， 不许动，老四。你躺这儿不许动，四哥啊！彪啊彪啊！谁哽你呢？谁在哽你呢？啊！老四。奖励啊，四哥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兄弟们啊，四哥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，感谢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，兄弟姐妹们啊，大家有需要咱家宠物零食的，大家可以买呢咱们家的啊零食啊，下方小购物车每一单宠用品啊，每一单宠用品啊都是双十一啊，兄弟们啊，出来玩吧，四哥想说别闹，我服了，我也服了，爱服了，我也服了。老爷，这是在给老四催眠的吗？哎，你们几个不能偷吃啊，不能偷吃。谁听话？你们几个谁能听话？借我训一下梁三文啊。好，老四进来吧，老四进来吧，老四啊，石头进来，石头进来，好，石头进来啊，好。啊，小米我进去，小米我来，小米我进去，小米我来，小米我进去，小米我，小米我，小米我进去，小米我，啊。